有本事通通事先讲，江江的教学解盘太神奇太有爱了齁，每天都要锁定。你看哦，9月4号礼拜三最强教学细微均线全部踩在脚下，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创历史新高，我们暴赚了 1.3 倍齁。好，今天我的节目有独家最棒的教学，今天细微创历史高暴赚 1.3 倍的启示何在？你把它学会之后，未来你都可以复制同样的暴利齁。另外呢，不要怕整理，先下再上会赚更多。未来两周请大家齁为中秋变盘做好准备，强势整理弱势整理之别，两周后都会有大喷出的机会，锁定今天精彩节目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今天是9月6号，礼拜五了，台北股市涨200多点呢。好，投资者，可是你现在看今天的结构，这个结构指数涨，台积电啊、这个联发科、广达贡献蛮多的涨点。可是这个结构呢，个股结构有没有涨新创新高的强势股出现回档啊？跌很深的弱势股出现反弹，那你怎么做？你不能乱动啊！你总不能为了要做多随便去抢跌升反弹吧？所以它是错的哈。所以听清楚了哈，利用这个跌升反弹的股票，利用反弹调整持股，再等两周，耐心一点哈，不要怕整理，真的不要怕整理，整理两周，未来两周就有两种模式，一个是强势整理，待会画图，一种是弱势整理。可是不管是强势还是弱势，两周之后，中秋月圆之后变盘转折，投资们还记得7月20号吗？7月20号将将独家预告8月第二周暴利转折周，那我现在讲的是什么？再过两周，下大周，中秋节过后的隔周，它也是暴利转折周，听清楚了齁，我待会会画图给各位看，所以呢，当务之急齁，做好准备，不要怕整理，先下再上，反而会赚更多。可是你要在利用这个先下的过程中，调整好持股，保留现金，不要惨赔，然后保留实力，未来先下再上那个转折，整理结束之后，扣三低的转折出现，那个刹那才能够大赢主升，听清楚了哈，到一样画图给各位最强的教学。好，来看这本周一，外资空单人多，本周二外资空单人多，先下再上，没错吧？礼拜三下的千点，今天上的二十几点，是不是？就是江老师用技术解盘的实力，那听清楚哦哈。弱势股反弹，趁机减码，趁机减码，还不要立刻换哈。那强势股喷出也开心获利减码，你看哦，昨天宜利电喷涨停，我们在涨停过程中减码一半。是不是啊？前天是谁？是台光电喷出，趁机哦获利减码一半，听楚哦哈，来哦。那拉回呢？邀请把握新的主升标股，投资者利空彻底。这个彻底是好事，因为它破线了，破线必须逐出更扎实底部。那我的看法没有改变，两周后月圆变盘，月圆之后周线会扣三低，那第四季还是非常看好哈。所以加开的持股诊断，请各位一定要做哈，真的要做，听江江的。在修正期有实力保留，有这个实力控制风险，保留资金安全性的人，未来才有机会大赢主升了齁，选股不选市，有没有？跟上周开始各位讲啦，扣三高的到底一样做示范了齁，高档主力出货的空头排列股齁，通通要换掉。那换掉之后你有资金齁，你可以游刃有余，你可以等什么？等主升期的标股出现的，拿出霸气给他拼暴利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波都是这样做，下跌的修正波我们一定会避开风险，我们不会报上又报下，懂意思？好，修正波避险，起涨波全力攻击，第四季你一定会获利满满满齁，有没有 APP 请各位的拥有，同学们为什么？太厉害啦、啊。带人买48喷到68解码，赢家是买起涨箭头喷出爆量的时候获利解码，赢家的气质跟风范，这是 APP 的强项，有没有？另外除了 APP 之外呢，
技术班请各位一定要拥有，投资长为什么一定要拥有？这扣3D 太厉害了，我把均线往未来做延伸，让你领先全市场，不管是散户还是主力，你都比他们更早看出未来的多跟空，有没有细微买274投资朋友，礼拜三还在做这个教学，持股如何调整，均线盖头反压趁反弹卖，那均线踩脚下趁拉回把握，昨天喷涨停，今天再创历史新高，投资朋友你看哦 ,274 的细微有没有，我们买在什么整理结束的第一根，赢在起跑点，坚持主升，专攻起涨，财富倍增，康庄大道，投资朋友今天 1.35 倍啦。股价突破前高，是不是印证我所说的月线没有背离，保证它会创历史新高，没错吧？今天细微呢，哇，赚了 1.35 倍哈，看扣讯哦。细微九只涨停后又创新高呢，274赚到还原全值643，十张大赚369万，投资票。你当初买十张投入270万。今天是赚走了369万的获利，长线没背离，是不是果然创新高？投资来哟、哦，跟各位做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教学，投资以前教过，今天再各位做强化，只是一直在重复我的这个专业技术来投资。暴赚的秘诀是不是很简单？你看，学会坚持致富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昨天之前，细微有创新高吗？没有，投资者没有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各位教过了哈。好，你要掌握暴赚，投资者你要有个理念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整理期啊，是整理期。投资朋友，请问细微，我们赚 1.3 倍的同时，它的整理期有没有比喷出期长很多？是不是就是我各位这个教过的？全市场只有江江愿意让你知道股市赢家的真相，能够真正暴赚一倍两倍的真相在哪里？你必须建立的观念，整理期都比喷出期长，所以你要暴赚，你一定要认清事实，你必须接受而且喜欢它，爱上它，用专业用耐心跟霸气暴赚。你这个整理期你撑不住，你就无法赚一倍，你必须用整理期换喷出，好吗？是不是？好，你看哦，今天细微你又再次的活生生再次做见证之后，投资朋友，那今天细微创历史新高，赚 1.3 倍的启示何的启示何在？投资朋友注意看哦，有没有？我各位教过 N 次，因为月线没背离，所以创新高。你看到什么？八月以来到今天，万润、森达科、森阳半创历史新高，然后呢，君豪、耀华药、先进光、细微，总共七档验证创历史新高。来，投资朋友来看一下哈，6231是细微，投资朋友有没有今天创历史新高？为什么创历史新高？你们答案清楚啊？没有背离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看这个君豪，好，5443的君豪，为什么之前能够创新高？股价创新高，指标创新高，没有背离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看什么？这个耀华药，耀华药为什么可以创历史高？股价创新高，指标创新高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答案出来了哈？好，你现在已经验证七档了，好，七档验证月没背离必创历史高，那答案出来喽。因为你现在去观察股票。只要跟他们一样，跟这个七档一样，他们属于什么？月线没有背离。那现在周线扣高或几天扣高，你不要碰它，你等它下一次周线扣三低，答案是不是出来了？月线没有背离，未拉回后未来必创历史新高。那现在拉回什么时候会结束？扣三高会拉回，未来扣三低的时候，它就能够起涨了。所以答案出来了。现在锁定什么？月线没背离，基本面大成长，然后呢，周线扣三低的，未来必创高，那是不是你的暴赚的标的你已经知道了？好，当你暴赚标的知道的时候，你努力霸气等那个机会，等扣三低机会，我带你大赚主升，是不是？一直重复啊，赢家的固定暴赚模式是很可贵的，你熟悉了解之后。未来你会有赚不完的暴利，耐心等哦，你不能在没有扣三低的时候随便乱买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把这一段把它听重复看，去体会为什么月线没背离这么厉害，已经七档创历史新高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万润，好，你看哦，
我们在90、85、93、99，然后呢109，同不同？我们算成本最高的那一笔，同不同？从看了从109喷到408，同不同？请问你看看这个万润的喷出过程中整理啊，整理期都比喷出期多很多，多两倍以上啊。可是投资者那又如何用整理期换喷出？因为你知道它是伴随台积电一起成长的标股，结果呢暴赚 2.7 倍。那暴赚 2.7 倍之后有没有没有背离啊？今天又喷涨停了，来投资者是不是来检查一下万润有没有背离？没有背离啊。你看投资者你看哦，我画图给各位看得更清楚有没有？你看这里有没有看哦，我们右箭头。同学们看清楚哦，这里有没有背离？没有。好，那这里有没有背离？没有。那现在有没有背离？没有啊。答案呼之欲出。所以同学们，为什么这样可以赚 2.7 倍？为什么标股你明明知道月没背离必创新高，但是你赚不到，你赚不到这么多的暴利？观念的问题啊，学习啊，透过了解后、认知之后、清楚之后，设定你的远大的目标。找没有背离的，每次扣三 D 低档逢低做买进，是不是？这是最固定、稳稳、幸福、暴赚的模式。自己跟上哈，务必要跟上。你既然验证我的强之后，你就务必要跟上哈。好，再来，好，你是不是答案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呢，我们的 APP 有 SOP， 我们的技术班会有独门技术，都可以训练你，训练所有会员养成什么？用整理期换喷出，好，所谓的滚雪球暴赚的好习惯，好不好？是波类。你看，赢家买40块，喷到 59.7， 好不好？你看哦，你等今天，好不好？万一你等今天，好不好？你看今天，你看这个今天波类，它有扣3D 吗？没有啊，本周开始扣高啦，所以好不好？你今天去追，你看就被主力垫了，是，答案很清楚哈，你会被主力垫得很惨。是不是？所以什么？不要追高，永远不追高。你只能买扣三 D， 只能买主升，只能买起涨。听清楚，我从头到尾我已经讲 N 年了，我已经提倡我的主升起涨理念已经超过 N 年了。是不是？学起来，认清楚事实，把认清事实之后改变，把过去害你惨赔的方式全部改，把它改变掉，你一定会成为赢家。是不是？你看这一地链。最想教学啊！你看过去不能买，均线反压，经过整理足底后，你看足底需要什么时间？足底，请您耐心等，耐心等。什么机会都是给有准备好的人，有没有？均线踩脚下喷涨停，你知道吗？昨天礼拜四喷涨停，我们没有追，我们出一半。你看赢家的做法是不是跟散户完全不一样？是不是答案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好不好？一粒电视买起涨，买整理结束的突破点，然后昨天喷新高出一半。赢家是这样子做的齁，所以太棒了齁，我永远带你领先布局，这绝对是散户轻松暴赚最简单快乐的方程式齁。所以我的致富工具有两个，主升起涨 APP， 还有谁？扣 3D 提款机齁，相辅相成，自己把握了齁。投资者你看这个台光电买444，还钱值500块钱，冲高再减码。投资朋友你看哦，好，跟各位讲一件事实来，投资朋友。我底价换成成交量，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赢家怎么买？赢家买股票买量缩，不是等喷量才追，喷量才追不能追。是不是？答案太清楚了，主升起涨量缩把握。爆量喷出不追，投资朋友是不是？我讲的都是股市的关键，而且很简单，没错吧？只是你以前不知道，即便知道你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违反人性啊！这扣三低违反人性啊！是扣三高喷出才会扣三高，爆量才有主力会出货。请问量缩主力如何出货？所以，什么答案都很清楚哦。学起来，我送你的技术班，一定要学起来，太厉害了哈、哦！所以，请各位把握住这个机会。好，再来，有没有？所以很清楚哈、哦，专业技术经验预告都是江老师能够带领你，这个满满幸福跟获利的机会，自己把握有没有？来，我跟各位做今天的解盘了哈、哦。天天用教学方式解盘，是全国我第一强五告站。好，喜欢我的节目，订阅频道。按赞支持江江，分享帮助好友，扫描 QR Code 加入粉丝团。好，有任何问题，任何持股问题留言给我，
假日江老师加班帮你持股做诊断，投资者苦练的技术是不是一气呵成齁、哦、来投资者来看这个、哦、台积电等的 F4, 来。我只在8月5号跌停板那天买，买完之后各位说你不要买的，是不是讲得很清楚、哦、你每天看节目都知道对不对，超跌时有小卖，上涨时也超跌时没有小卖，上涨时候你也不会有小卖，是不是投所以投资者你不能等喷出才追啊，投资者你看哦，不管是哪一档，好，2330台积电，你看你不是买跌停喷出来追，你是套牢的。今天涨你还是套牢，好，2454也是啊 ,2317 也是啊 ,2386 广达也是啊，是不是，所以投资朋友听清楚，全指股 F4 最好买点都是恐慌的时候。它不够恐慌你就不能买。我讲的是实话，你必须洞悉主义的思维。太棒了对不对，你看我讲的都成真了齁，所以你务必跟上，再来投有没有，好，各位讲今天的重头戏齁，未来两周两种整理模式，强势跟弱势的差别。那两周之后我邀请大家为中秋变盘做准备，投资者我的解盘全国第一强公认的有没有，8月1号 ,7 月20号预告8月2号 ,8 月第二周暴力转折。所以8月1号还没有齁，不能追，保证有低点上车。没有，我们今天一档股票都没有追啊，好来哦，反弹不要追，等西坡买点好不好，吓死人。我有没有划线让你先知道，有没有划线给大盘走，吓死人，你找不到比我更强的。好，那西坡满足送买点之后呢，把未来周转折长红先画给各位看，结果呢爆喷的送大家2600点暴利。好，整路不买，8月5号大跌1800点，胆识全国第一强，专业全国第一强，技术全国第一强，买给你看，先买 F4 再买中小型，爆赚啊，赚翻了，是不是，好，中间是锯齿状指数，锯齿状八散户主升标股喷翻天，你印证了有没有，然后呢本周一有没有9月2号周扣高，必须检视持股趋吉避凶，是不是先下再上，又印证啦、啊、又印证了有没有，好，利空彻底，预言变盘了齁，所以投资者来看今天的教学，好，有没有，我昨天各位讲过了，月线没背离，指标回落大反扑，应该时间就会坐落在两周之后，来看了齁，来看今天的教学，投资者来注意看哦，好，投资者你看好，底下换成 MACD, 投资者答案很清楚有没有，来看加权，我们先看美国股市，好，美国股市诶这个道琼齁，道琼 MACD 翻黑咯，好，这是纳斯达克 MACD 柱状体也翻黑咯，快线零轴之下，然后呢这个是费半，两个都在零轴之下，而且是刚翻黑，加权是翻黑第三天，那 OTC 是翻黑第两天，哦，第二天，投资者答案是不是很清楚 ？MACD 每次坐落零轴之下整理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投资者你不能在整理期胡乱的追高抢进，这是原则，这是你成为赢家的气质跟坚持。然后呢，什么时候可以买？满足点到了，收脚确认可以买。你今天有看到收脚吗？是答案是没有。所以，投资者懂我意思了哈，这个答案太清楚了。好，再来，投资者来看这个周线。好，各位预告哦，为什么两周后会出现跟八月第二周一模一样的暴力转折周，来投资者来看这个。两周后是很明确，两周后我又让你看到什么扣 3D 啦。是不是每一次扣 3D 的结果，投资者扣 3D 的结果是都爆喷，所以两周后会扣 3D。那既然是两周，现在可不可以急？不可以急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那第二个的投资者来看呢，齁，什么是强弱势整理？好，那现在是不是周线扣高指，扣这个三高？好，这是强势整理。强势整理一根黑 K 之后呢，不会再破低，两周后喷出。那什么是弱势整理？一样扣三高，高低点被跌破，可是两周后一样喷出。所以投资者答案出来啦。所谓强势整理有没有，好，我用红色来做表示。两周整理不会创新低，然后两周后启动攻击。那如果是弱势整理呢，它还会在小创低点，可是两周一样扣低，一样喷出。
殊途同归，所以投资者不用急，利用这两周好好调整持股，保全资金安全性。两周后类似这个点，当类似这个变盘转折周的时候，投资者吓死人啊，会暴赚啊！所以投资者，你不能在行情没有正式展开前，因为做而乱做，清楚啊哈，答案清楚对不对？所以只有两种模式。强势整理，弱势整理，殊途同归。那你不能在整理期胡乱为之。OK 哈，太清楚，太棒了哈。好，你看，江老师永远利用解盘让你看见未来，是不是哈？那既然还有时间整理，那万一它是什么弱势整理，那你的空头股会伤害你很凶，所以务必要做持股诊断。一样哦，假日我江老师帮各位做免费持股的见证，到粉丝团留言你的股民仓储成本，江老师没有收你任何一毛钱，全力帮助你反败为胜。好，来，另外投资者，弱势股反弹要卖，强势股喷出也要卖。你看我们昨天卖一点，太棒太棒的操作哈！九月上周已经预告过了哈，暴赚靠技术了，扣三高不追，扣三低把握哈。听江江的，不要暴上暴下一场空，别让你的资产睡着了哈。那需要我帮忙的做调整持股的呢？好，扫描 QR code 加入粉丝团，好，你在这个留言股民账户成本就给我就 OK 了，来投保，来给各位信心哈。行情解完了。两周后变盘转折，暴力转折。那现在呢？先做好准备哈，去复习，去学习，去认识一下未来什么样的方式会带你暴赚。来，未来会喷的 APP 通通帮你选出来，主升起涨买好报了，好不好？剩两半，55每一位 APP 用户都被我们的 APP 叮咚通知买55.5块的剩两半，结果喷到15。这样子可以赚 1.6 倍。好，再来哦，均好 60.7， 好，每个用户都被叮咚通知买60块左右的均好，结果喷到166，同志们有 APP 趋势红，强迫你爆标股，爆出你一辈子没赚过的暴利，就是 APP 你必须拥有的原因，没错吧？升阳半 1.6 倍，均好 1.7 倍，如何得来的？起涨，把主升起涨做到最好，得到的暴利，没错哈。那万润、千金光都是如此。今天万润还喷涨停，是不是？所以 A P P 一定要拥有，因为超强无敌跟万岁。然后呢，江老师你已经验证过很多次了，是全国唯一最会带你赚主升标股的赢家，请各位跟上哈，来哦，投资者来印证了哈，喷出爆量，坚持不追，好不好？把这个截图截起来。一辈子铭记在心，好，跟各位做示范教学，同志们，这是我今年初，好，今年上半年带会员做大同的时候赚的 41%， 同志们你注意看哦，有没有高档爆历史天量，结果呢喷出爆量绝对不能追，现在已经跌了 70， 跌到剩40，我的解盘太犀利，我的观念太正确了。来，好，再来看这个两周前，好，两周前涨停板那一天，我把迅州获利出清，爆天量，结果呢，你自己看出结论了，喷出爆量绝对不追。好，再来看昨天的这个教学，昨天我只讲教学一档8374的罗森，有没有？昨天罗森他也爆了历史天量，昨天169，昨天的价格是169。那今天价格是139块钱，好不好？差30了，十张差30万了，被主力坑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好不好？完全证明我教大家的，喷出爆量绝对不追，此生永远不追，你记住就对了。每一档都这样复制，好，然后呢，主升起涨你要把握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不要乱听名牌，不要省小钱赔大钱，智源盖头反压 ，M31盖头反压。还有一档投的这个是谁？啊，今天我前面有跟我讲啊，那这个盖头反压均线压力重重，压力重重啊，是不是趁反弹给你逃命用的，给你胎堕流强用的，没错吧？是不是完全印证了哈？然后投资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有没有选股不选市，空头避开，均线踩脚下，未来可以做把握哈，坚持主升，只买起涨。
财富倍增是你的康庄大道，来看联军哦，做来跟各位做这个教学，教学完毕之后，你会清楚知道未来联军、未来制胜，我会买进，请你邀请你跟上，但是不是今天，绝对不是今天，我今天盘中发文有说，来，投保，这是联军，我要买起涨，投保喷出去啊，喷历史新高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出175。是吧？减码 175, 然后呢还有谁自胜买 168, 出 251, 来投资哦，给各位做最强教学哦，来看这个 3450。好的吧，联军我们出多少钱，出 175, 今天 157, 是不是，然后呢 ,2467 的自胜我们出在 251, 出这一天了吗，我出这一天 251, 今天剩多少钱，今天剩 21212, 好吧，你今天可以追吗，为什么我今天盘中发文，今天自胜绝对不能追？来，同学，答案它出来啦，同学，这里是扣三 D 啊，我把它放大。同学，你自己用眼睛看，我买的时候是扣三 D， 那请问现在有扣三 D 吗？扣三高啦，所以你看，它如果回撤下一次扣三 D 没背离。月线没背离，下次扣三 D， 我是不是可以这边赚的这个自胜赚的这个50%， 那未来能不能赚50%？肯定可以啊，那两次加起来就一倍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同样这才是赢，会做股票的赢家，在懂什么，懂未来，不是看到股票强乱追然后被人家杀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齁，你看这个是 23450。一样哦，来看这个3450的联军，他说有没有？好，买低点喷出去，你看我们出啊，出完之后拉回，请问现在开始它有扣三 D 吗？这里扣三 D， 这里就没有了嘛？是不是很明确扣变成扣三高了？所以同学一样哦，等它未来回落，你看股价未来回落之后，因为月线没有背离，下次扣三 D， 它又是买点，你看这样子赚一波。好，这样子赚一波，两波加起来，你累积又赚一倍了，是不是？赢家都懂，我的会员学会技术班 APP 的用户知道扣三 D 都懂，那只有你不懂，那请问你要如何赢？是不是？所以自己珍惜这个机缘，是不是？所以答案很清楚，没错，所以我讲的都是真的，好，就讲的都很清楚，很直白，有没有？改变就有机会获得重生，那 APP 未来会喷的通通帮你选出来，带人哇，648买赚到68，绝对不是追68，龙泽科买53喷到79，全国最会做主升标股的小散户就是我的会员，没错吧，好，博磊那扣三 D， 我们看到扣三 D 喷出，本周有扣三 D 啊，没有，是不是答案很清楚，答案够清楚哦，齁，细微恭喜的哦，今天创历史新高，真的突破前高了，我的技术我的预告全国第一强，赚了 1.3 倍，恭喜了齁，万润呢今天哇赚 2.7 倍后，今天再喷涨停，来看一下6187的万润，同时是不是太精彩了，太棒了齁，所以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没有 APP 跟我的技术都带给你无限光明跟美好，自己把握齁，那错过翻倍标股，错过第一波，错过第二波，通通喷出不能追，为什么？教过啦，喷出爆量不能追，扣三高的不能追，要避开主力出货股，一定要赶快逃命，然后呢均线盖头反压正反弹赶紧做调节，是不是？所以加开的持股诊断一定要做，什么非常关键，先不要怕整理，先下再上，先下再上，你有能力避开会赚更多，跟8月5号的转折是不是一样，暴跌的时候你能够避开，暴力转折出现的时候你是全台湾最大的赢家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务必把我话听进去哦，九月靠一个技术了，扣三高，扣三低技术，避开风险赚大钱，扣三高不追跟避开，扣三低精准做掌握，那新会员注意听哦，把持股抛给我，江老师尽全力帮你持股大调整，集中火力拼最强主升标股，交给最强江江就对了哈，请各位把握住这个机会 ，Light 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来电做咨询哦。那节目最后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祝各位操盘顺利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摩尔证券投顾。
0800-66-8085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